孔老师画的喜灰组合，来看看谁画的更好看。体育老师画的。救命啊！语文老师画的。危险！好久不见，当你看到我出现，再次回到你耳边，再次陪伴你入眠。他真香啊！数学老师画的。喜欢数学老师画的扣这个。我太难了。音乐老师画的。我告别了很久，奔向北海道，那灰色的树叶的飞落将你拥抱，远古的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，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。我告别南半球，坠落北海道，脚步一直日久往你的方位奔跑，可惜两个时空的喜欢音乐老师画的扣这个。我笑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逃。好帅啊，美术老师画的。带不走的就留下。大家好，大家也喜欢画画吗？上期有粉丝说想看画喜灰组合，于是这期我就安排上了。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绘画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陆续为大家安排的哟。